院长，刘总的死亡原因查明了，是血栓脱落造成的肺栓塞。怎么会发生在他身上？那么小的概率。我申请事故调查，申请处分。 手术是成功的吗？怎么会这么巧就碰见这个事情呢？人已经没了，算了。这么复杂的手术，也难免。小林呐，你创造了几百例手术，100%成功的经验。 这个成绩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被掩盖的，院长，你还是骂我一顿吧。你骂我一顿，我心里还能好受一点。小林呐，瑕不掩瑜，我没有看错你。院长，我还是要进行死亡病例讨论，要不然我心里过不去这坎。 死亡病例讨论以后再说，这是我的命令。目前压倒一切的是要把这个中心保住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所有的努力就都白费了，知道吗？小林啊，你不能太自私，不能只想到自己，啊？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我真觉得对不起刘主任。 这是我们专家组对这次医疗事故的责任认定。经专家小组的解剖鉴定，林子阳同志在对刘嫂的病情。 诊断和处置问题上是没有问题的，他的医疗新技术在运用过程当中也没有特殊的问题，手术本身是成功的。那么死亡原因是这样，因为术后并发症，在术后恢复阶段，血栓脱落导致肺动脉栓塞，造成猝死。不是你们这是为林子阳在开脱呀？这是。 根据国务院最新颁布的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第33条，在紧急情况下，为抢救危重患者的生命而采取的紧急医疗措施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，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的医疗意外，不属于医疗事故。我说院长，你把我当里边天给过了吧？啊，你当我什么都不懂啊？ 自打我姐姐死了以后，这方面的材料我天天在看，在材料上明明写着属于是一级的严重医疗事故，这在形式上叫什么？叫医疗事故罪，而是要判刑的。这是我们院党委经过认真研究以后，汇总了专家组的意见和刘主任的意见做出的责任认定。哎，姐夫。 姐夫，你说两句话，这咱接受不了的，不能这么接受了，要这么完了，我姐也可就白死了。姐夫，你说句话呀，姐夫！哎呀，我的亲姐姐，你死得去！ 你死的冤呐！医疗鉴定已经出来了，这件事跟林主任没关系。你走开！你们都是一伙的，你们都穿着白大褂，我不管。哎呀，姐姐，你碰上个假大夫，这个林子阳。
他杀人不偿命啊！别这么说，林子阳，他已经尽力了。这事儿没轮到你身上，轮到你身上，你试试看。哥，节哀顺变吧，真的。你的心事我们可以理解，但是你不能让他。还我命来呀！干啥呢？你这是啊？啊，姐夫，我。我替我姐讨回个公道，好惨！别这样啊，走走走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回啥家呀，姐夫？我姐姐都死了，我哪还有家？姐没了，你姐夫还在吗？你姐夫家就是你家啊！走吧，走。姐夫，哎哎，我替你，那是我姐的事。哎呀，等会儿，姐夫，我让林子让他天天看着我姐的照片。我就不信他能够活下良心了，行了，散了，回去工作吧。我说兄弟啊，你现在闹还有什么意义吗？咋没意义了？有意义啊，姐夫。他医院怕啥？就怕闹。姐夫，你听我说，你不敢闹没关系，你是医院的，我来闹，我必须得让他给我一个说法，我必须得让他补偿。人家把医疗鉴定都给你看了，是血栓脱落呀，给你啥说法啊？补啥偿啊？啊，姐夫，你被这医院是不是当三岁小孩给糊弄晕了你啊？啊，这一个大活人让他给活活给治死了，就说完了就完了，就一张破纸说算了就算了，没那么简单。哼，兄弟啊，这人都没了，你就别再给医院找麻烦了，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你要是缺钱，姐夫给你，行不行？不是，姐夫，你说啥呢？我那钱是为我自个儿要了吗？啊，那你要干啥呀？啥要干啥呀？我是为我那外甥侄儿，我那外甥侄以后要是他要上大学，你那点破工资，你够干啥的？再说了，那钱是我姐她用命换来的，我一当弟弟的，我能花得出来啊？你能说说为了这个，你就不给人医院？哎呀，你要是这样的话。哎，那你就给我消停点儿吧，别在屋里取闹了，我真受不了。你说啥？你说无理取闹？你看着我姐夫，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？那你比谁都清楚啊，姐夫，我一臭瘸子，从小没爹没妈的，那我是靠我姐姐一把一把把我给带大的，我现在为我姐姐去讨回点公道。你作为她的丈夫，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，这是啥？你什么也别说了，你听我说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算什么都明白了。你好好当你的国家干部吧，你好好当你的优秀党员吧。你说的，咱俩从此以后一分钱关系都没有了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要让你们都是你。哎呀，老弟呀，你看看你这是干啥呢？你这是走开你！哎，你等着你这。我跟你说，我心里也难受，但你不能这样。你等着，我让你们都见识见识。你等着吧，你们都。回到学校好好学习，别惦记着家里。不回学校，我要和你一起把我妈的骨灰送回老家。孩子，家里的事儿有我呢，啊，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。又是学习，你怎么总是叫我学习啊？怎么就这么软弱呢？啊！
我妈就是一条腿骨折了，就算她残疾了，她也不至于要命吧？啊！你爸是学医的，你还有你爸懂得多，别整天跟着你舅后边瞎起哄啊！你爸知道是咋回事，那不怪爷啊，要怪只怪我没照顾好他。他在林子阳的病房里被治死了，他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那哪是林子阳的病房，那是医院的病房。医院？你就是为了医院的名声，你才不敢抗争的吗？啊？这样你就可以不退伍了，你就可以当你的领导，当你的主任了？你混蛋！再这么说，我揍你！你揍我吧！揍我呀！啊！你揍我！你揍我！你揍我！混蛋！你！妈没了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但是我心里也不舒服。你妈这么好的人，她都不要我，还嫌你爸过得不够悲剧是吧？妈现在没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。要不爸跪下求你上学校上学。爸，我回学校，我回学校还不行吗？爸，这样就对了啊，这样就对了，孩子，不哭了啊。都长大了啊！没事，以后爸的多照顾你啊！好嘞，去吧。30多万，麻烦你们帮我转交给刘主任和他弟弟，就以医院的名义给他们吧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想表达对刘嫂死的歉意。哎，这事儿你没责任，就别再节外生枝了。我是没责任，可是我心里不安。要是出了事儿，都让个人顶着，那还要我们组织干什么呀？啊，把人拿回去。政委。这就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们就成全我吧。林子阳，你能不能不走极端？你赔了钱就是英雄了，你赔了钱就心安理得了，是不是？消停消停吧。好了。森林呐，你平静一点啊。每个医生都会遇到这种考验的。刘嫂的弟弟我们会安抚。另外已经跟他谈好了，处理后事这些条件，是吧？他不会有意见的。你呢，不要受这些影响，用救治更多的病人来证明自己。行了，你呀，把东西拿回去，别再折腾了，啊。
咱要走了，在走之前，我再陪你到这个房子来看看。这是你最喜欢住的房子了。咱这一走，啥时候回来就说不上了。这套房子，这个城市，把我的心都搅乱了。我是不想再回来了。人这一辈子，这也算是一种追求吧。我就是为了能让你过得好一点，能让你快乐一点。可谁想到会是这样？哎呀！爷爹哪，爷爹哪！少一点酒。受苦了，你这这下咱们好日子可到了。你是个君子，你是个优秀的军长，知道吗？不是，再说回来，话说回来，你这么多的一切不都部队给的吗？现在医院有点困难，再体谅一下又咋了？啊，没部队能有我今天吗？不，我这优秀军嫂，我也得住房子吧，对吧？现在不是有的住吗？什么有的住啊？我没你这么好说话。这房子是领导分给我的，我做主，我还就让了。对，让了，咋了吧？好，就冲着他让了。咋的？我在领导面前我也表个态。你啥态？离婚。你走啊，就像是一座山塌，我的心里头总是揪揪着。没你我活不下去。我喜欢听你唠叨，喜欢听你吵我，喜欢吃你给我做的饭。我都好长时间没吃你做的饭了，以后没人会给我做了，你让我以后怎么过？你太狠心了，你走了，我一个人，我照顾不好的，我恨我自己，我为什么不拿恩怨里大家给咱捐的钱呢？为什么呀？马上就好了，师傅。好嘞。老刘，老刘，你看，你不跟院里说一声，派个车送送你吗？不麻烦你了。俊辉呢？我让他上学校了，回去了。老刘啊，这阵子我让你吃了不少委屈。不说，不说，不说，不说。哎，他活着的时候，我总觉得时间很多，等退了休之后再陪他。但是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啥都没了，想陪都陪不了。老刘啊，不说了，上车吧，走。都保重吧。
病人呢，应该再看紧一点。护士长，你把护理工作给大家安排一下。林主任不在这段时间呢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努力。开始交班吧。好，这是这两天的情况。十床的病人呢已经康复了，三床的病人恢复的不太好。你看一眼，这是我开的医嘱单。这个三床上次术后缝合不是特别好，所以找个机会我们还应该再给他重新做一次手术。另外这段时间我不再辛苦大家了。刘主任和秦主任他们都已经走了。废话不多说了，马上就到了后勤部评选的关键时刻。我们这个医院能不能保留，就看我们这个中心在最后的评选中能不能胜出了。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加把劲儿，一定把我们这个医院保留住。好了，查房吧。喂，郝秘书，我是王院长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我们那个创伤外科治疗中心怎么样了？其他首长都已经同意了，可是我看部长这儿要卡。看部长的口气啊，林子阳不亲自来一趟恐怕没戏。哦，好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哎哎哎哎，好。嘿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这还睡觉呢？起来，去，跟我一块儿去见这个于部长啊！你自己去见不就完了？我跟你说，首长点名要见你，你现在比我值钱，知道吧？来，快点，穿衣裳！哎呀，算了，到车上穿，车上穿，衣服都不让穿啊！来，这么多医院看着，即使我没有意见。其他的首长和其他的医院也会有意见，你让我怎么平衡？那要是我们这个中心能特别突出，您是不是就能破例了？特别突出？你怎么特别？我创造全国第一！吹牛你！去评选还有十几天时间，你怎么创造全国第一啊？那我要是能创造出全国第一，您是不是就批了？可以啊，你要真创造全国第一，我一定跟你拼！空口无凭，咱们得立个军令状。好啊，立个军令状就立个军令状，来，你写吧。您也在上面做个批示，免得到时候您不认账。你小子反了你！你敢威胁首长？如果说这是威胁的话，那也是您先威胁我，君无戏言。哎，那小子，好啊，我可以签，但我丑话说在前面，你要是给我完不成任务，我可要开除你了。我懒得开除谁了。来，谢谢于部长。好，回去吧。小子，胆这么小，军令状咱们可是立了，你可不能食言啊！你要是食言的话，哎，咱们就都没面子了，对不对？我也是脑袋一热啊！你先等等，好，王院长先回去吧。哦，是。啊，等您再回来。林子阳，我问你，我女儿越来越不好。于部长，要是因为这个事儿，要么您打我一顿。我不会揍您的，我就问一句话，我女儿来的也不好。她很优秀，是我不好。还有点自知之明啊，林子阳，你和甜甜的事儿了，现在闹得部里面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满市的人都知道。你现在又这样，你让甜甜怎么办？
你俩在这找谁去？你是不是又太不负责任了吧？于部长，我跟甜甜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你可以去问她。我就知道是你女儿，我就没敢。到时候揍你小子，我谅你也不敢。小林啊，我现在不是以部长的身份在跟你说话，我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在跟你谈话，你明白吗？你那点事啊，我们都知道。你爱上的人呢，人家有家庭，有孩子，你总不能做第三者插足的事儿吧？你不能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吧？再说了，这第三者插足、破坏别人家庭的事儿，部队也是不容许的。啊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啊，哎呀，不管怎么说吧，不管你跟甜甜最后怎么样，但你也算一个不错的小伙子，你好好把握吧。啊，前途要紧啊，小伙子。刘大夫，辛苦了啊，辛苦把我们小孩病治好了，您辛苦了。我这是我们自己种的西瓜，您不应该，我这尝一尝，不，这甜着呢，好，就一个就够了，好，谢谢，不行，哎呦，一个有点，哎呀，给谢，哎呀，这牛是吹出去了，我这全国第一在哪儿呢？这别说了那么多呀，刘子阳，你的全国第一怎么样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说没心情开玩笑，没跟你开玩笑，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创造全国第一，我现在需要危重患者啊，这不就对了吗？我把患者给你送来了，赶紧的，快走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正在蓝天医院断肢再植手术的手术现场。你看，这例手术如果成功的话，将标志着我国断肢再植技术又跨入了一个新的领域。哎，这次手术成功吗？成功。哎，林博士你好，我是东滨电视台的记者，我想采访您一下。早上好，赖床，快吃饭吧。是。哎，你称呼回来小子说一下，我请他吃个饭啊。哪个小子？明知故问。林子阳啊。什么林子阳？我说林子阳了吗？这要按老家的说法，这当老子要请吃饭，这就算订婚。你胡说什么？啊，订婚，想得美！咋揍那小子了呢？那你请他吃饭干嘛？哎，我进屋呗。喂，王院长，哎，你好啊。这样，你们那个外科中心那个还是让林子阳作为学术带头人啊，来参加竞选吧。哎，对，我看到了，正在看呢。陈总，王浩东那边的工程财务明显根本对不上。还有就是他搞来了一大批废旧钢材，你得盯住了。只要咱们俩联手，这个项目绝对没有问题。我看你最近也比较烦，我想你是不是抽一点时间把那些事情处理处理。毕竟这个协议一签，剩下的都是些程序上的事情，银行贷款啊、施工啊，这个我来操作就可以了。我找了一家熟悉的银行，没有风险，也不需要验资，但是人家就一个要求，需要咱们的公司资产作为抵押。这块地是以你公司的名义竞拍的，可能就得抵押你的公司。Thank you.
我个毛啊！起来，坐好了。嗯。还困是吧？嗯。爸爸给你交代几个事儿好吗？这是爸爸当兵后领到的第一个月的津贴，我一直舍不得花。小时候你爸爸家里很穷，吃不饱饭，我就是靠这笔钱才有了今天。爸爸当兵之后一直想成为将军，可是我成为英雄不久，战争就结束了。后来爸爸想成为商海里的将军，靠着自己的奋斗终于建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。小月，记住，爸爸永远是不可战胜的啊，这个你留着。这张照片你妈妈19岁时照的，多漂亮啊。有一次打仗爸爸负伤了，我当时就是手里攥着你妈妈的这张照片，爬呀爬呀，爬了2天2夜，爬回了自己的阵地，赶上了最后一辆卡车，找到了你妈妈。爸，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？儿子，你爸爸是永远不可战胜的，将来爸爸没了不许哭。你到底说这些干什么呀？我都听不懂。记住，要像个爷们儿一样挺直了腰。这是我过去写给你妈妈的信，把这个也交给你妈妈，记住，你老子是英雄，你老子永远是英雄。来，小雨。嗯。让爸爸亲一口。爸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最后一笔款2天之内到，这2天该加固加固，不能给我出问题。停工，马上停工，不许干了，手上活放下了。姓王的，你偷工减料，这楼要再盖下去会出事的，让他们马上停工。你太夸张了，海峰，这不都挺好的吗？怎么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不停工的话，你就打死我，打不死我，你就不是爷们儿。
停工！马上停工！谁也不许干了，都给我停工，离开这个地方！再不离开要出事了！马上停工！小伙子，不许干了！马上停工！你们都不要干了！来！那我就先走了，最后一笔款子一到，立刻离开。行了行了，别真把他打死啊！田大姐你好，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他现在去蓝天医院了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田大姐。哎，再见师傅，去蓝天医院。让病人过去，别拍，别拍，别拍！哎，您坐，坐，坐！您坐了，您坐了，我们是晚到的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就是蔡文的前妻吧？听到这次是我是蔡文的，请您麻烦请告诉我，好吗？对不起，我无法报告。老陈，警察来调查了。陈海峰，因楼层坍塌事故，你需要配合我们做调查。可是警察同志，他现在刚刚醒过来，能不能？什么也别说，我一定配合。啊，大爷过来份报纸吧。哎，哎，你要什么报纸？民生。一块是吧？一块钱。行，谢谢。哎。哦，
嗯，我知道。嗯，好。行，那你有消息告诉我啊。哎，谢谢。公安局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啊？我找了些关系问了一下，他们都说性质挺严重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他不是直接责任人，应该没什么大事儿。现在消息封得太死了，我们也了解不到情况。反正这事儿心里不太有底。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找一个好一点的律师。你也别太辛苦了。是，正找着呢。我得去趟他公司。谢谢你啊，再见。天空在高，万丈而已，在我心底的你却遥不可及。飞得再远，隔绝天地，却断不了当初不肯悔改的执迷。有些事过去，有些人却被定格在原地，在那繁华似锦的春天里，刚好遇见你。没来由的伤心，是我怕错失你的原因。放弃得与失从来不由自己、有些事过去，有些人却被定格在原地，在那繁华似锦的春天里，我却失去你。没来由的伤心，是我怕错失最深的印记。